Rettungsstöpsel.听说是买蒜抹零头还送小葱的，对，你要来点什么吧？来，给你袋子。好嘞。你要来点什么吧？来，给你袋子。好。好吧。好。我帮你多放点小葱啊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老板拿好，谢谢。我找一个上门做菜的老厨师，要快。来喽，汤圆来喽，菜齐了。哇塞，姚志明，你这鱼放上去做的可真不错啊！哎，丝瓜毛豆炒的不错，火候正好，你尝尝。口福，像吧？像不像？妈妈，你最爱吃的汤圆，快尝尝。努吧。哎呦，是黄米的，又糯又甜，好吃。姚总，这顿饭是你做的吗？志明哥啊，你这也太假了吧！我看啊，就这个汤圆是最后你自己煮。什么？肯定我做的呀。哦，行行行，反正是姚总请客的，那就是姚总做的喽。叔阿姨，陈完正道，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，幸好有你们陪在我身边，接纳我。包容我，治愈我，我想跟你们说一声谢谢。千言万语都在这顿饭上了，谢谢。明明，不用说谢谢，你看你来到这个家，你也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快乐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多好啊，你看人丁兴旺，多开心啊。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啊。请你好好的，煽什么情啊。既然今天我们家人吃饭，那我也说个好消息吧。十大特色酒店的评选，我们兴安里选上了，恭喜恭喜。那我也说一个好消息吧，我升华东区总裁了。哇，那姚总最大了。华东区、啊哎、华东区是什么区？华东区啊，肯定比黄浦区大。六省一市。哦，大不大？哎呦，我听到过，你不要。哎呀，孩子们，你看，一个一个都发展的那么好，那么有成就，我觉得一下子好像轻松了，好像没负担了。那你说，我现在空下来了这么多时间，我干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？这样，等我退休了。我带你出去旅游怎么样？是啊，舒阿姨，你们要想去哪儿，我帮你们报一个团，一条龙服务，省心省力。啊，哎，不要了，你刚刚给我们体检的套餐买过，花了好多钱，不要再花钱了，钱要省。体检套餐？什么体检套餐啊？你们什么时候去体检的？提了提了，早就提了。检了，检查了。对，检了检查了啊。别坐着了，吃吧。菜都等着你开块呢，妈妈。来吃。举杯。好。不说几句啊？祝我们
全家幸福快乐，幸福快乐。这花漂亮吧？是志明种的，我给您放在这儿了。奶奶，好久没跟您说悄悄话了，跟您说一个好消息，新安里停上十大特色酒店了，我没跟您丢人吧？不过姚叔叔不在了，志明为此难过了很久，不过后来我把他哄好了，爸爸妈妈也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对待，他现在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他还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算是正式加入麦家了。奶奶，您放心吧，心安里跟志明我都会替您照顾好的。我现在事业步入了正轨，跟妈妈也互相体谅包容，还有志明的陪伴，我真的很幸福，我很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。奶奶，我就是想您了，您在天上也要好好的。今天下午躺在沙发上，我想了好久你们的事儿。我们的什么事儿啊？明明啊，你和欢欢都不小了，一个三十，一个四十，该结婚了。啊，结了婚，早点要孩子。对女孩子来说，生小孩生得早，恢复得快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和你爸爸现在还年轻嘛，能帮你们带带孩子，你们还可以忙自己的事业去。阿姨，你这四舍五入，你这入得也太厉害了，我才三十二。哎，这也快了嘛，差不多了。啊。妈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我以为有什么大事儿呢。我跟志明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们不着急。你现在身体这样，明天还能跟我爸去那个旅游团吗？是，行不行啊？哦，我应该可以吧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带你好好出去玩两天，放松放松啊。哎，你要不上去先躺会儿吧，一会儿做完了我再叫你下来。对，躺会儿吧。行，那我上去躺会儿。去躺会儿吧。这腿是也不行了吗？没事，都挺好的。你自己上去行不行啊？我上去了啊。啊。嗯。我四十，怎么不说五十呢？去你的。